在南加州55到60万还能买到房子吗？咱们看这个大客厅多漂亮啊。当然可以了，而且呢旁边就是这种超大型的购物广场，生活非常的方便。整个小区呢是封闭社区，有高档的会所、泳池还有公园。大家好，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，今天呢咱们来到了内陆地区。这里呢离华人超市99大华大概就10来分钟的车程。非常漂亮的3到4房的2层联排别墅。它这个呢很多户型都是这种面宽的设计。而且呢像这个户型是4房的1900多尺。一楼呢有它的卧室，还有独立的卫生间。宽敞的大客厅住起来比很多联排的舒适度要高很多。出门呢就是公园，而且呢周边有大量的停车位。而且呢还有泳池，有会所。但是呢仅仅只有55到60的价格。2车位的标准车库，1楼的洗衣房。现在呢咱们去2楼看一下。这里呢就是它的大主卧了。大窗户呢采光很好，而且呢它的层高也是不错的，整个大主卧非常的宽敞。并且呢这个大主卧是带有独立的卫生间，双水盆的一个设计，还有站浴。从主卧的卫生间出来呢，咱们就看到了这是它的客卫，这个是2楼另外2间次卧共用的一个卫生间，这里呢就是它其中的一个次卧。面积呢仍然是不小的，而且呢窗户的采光都很好。接下来呢咱们看这是另一个次卧。咱们从这个样板间的窗外呢就可以看到外面的一个公园。这个公园里面呢还有球场。现在咱们再回大客厅感受一下。现在是尾盘了，大概还有几栋。更多的问题呢可以看我的朋友圈或者单独来问我。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，谢谢。